大家好，我是四个孩子爸爸。自从我媳妇怀了五胎之后啊，食欲不振，什么也不想吃。她现在一个人身体都得养两个人，所以说今天我去农贸市场，看她有平时喜欢吃的东西，回来给她做。妈嘞，你搁家等着吧，小四点行了，你看着她，我上集上买点小凤喜欢吃的东西。行行行，去吧，他喜欢吃啥，给他买点啥是吧？行，你在家看着吧。开上我的小车。七彩街农贸市场离我们小区最近的一个大型市场，这个农贸市场挺大的，这边都卖水果的，这边又卖腿的骨的，涨了多少钱呢？10块钱，这都是后腿呗。对，后腿。先给我拿两个，这两个不肥呗？不行。看这个，都是后腿。对。先给我拿这两个吧。多了小骨了。龙虾、螃蟹。这个海鲜，多少能一斤？行。供水。我都是长手机，没拿。46.4。这个有一斤吗？1斤多。刚搁市场里面买了两个腿的骨，买了点虾米，回去做饭。哟，大毛才睡醒了呀？你什么时候睡醒的？鸡呢？你先把大骨头煮一下，去去血沫，生姜去腥。大骨头去完血沫，清洗干净，开煮。大虾开始煮了啊！这边小河虾已经煮好了。还有，这都中午12点了，那媳妇可算睡醒了。休息的怎么样，媳妇？这次可睡醒了。只要是咱俩睡醒以后，然后我都睡得比较好。他晚上睡觉给我缺啊，一个劲动，一个劲的动，我一个劲的醒。睡醒了，咱就起来吧。虾米给你炖好了，大骨头也给你弄安排好了。那么丰盛？那必须的，必须得给你营养供上。你看大毛孙从小都养成刷牙的好习惯，真是个好孩子。我笑笑，好了，小表情，这么可爱。大骨头好了，有没有味道？嗯。好不好吃呀？嗯。蘸个小料汁。还行，这肉挺紧实的。再吃一个吧，蘸好料了。妈妈给你剥好了，来，再吃一个行不行？蘸好料了，可香了，可好吃了，好吃吧？嗯，可好吃了。炖了一上午，这个肉可能烂黑了，你尝尝。这个肉疙瘩我不想吃，你吃了吧。你吃呀，吃了有营养。我吃里边这个骨髓。吃呀，把肉吃了。给你吃。聪明吧？聪明，真聪明。你大毛先吸一口。哎呀，香不香？嗯。还吃吧。吸着了。吸着了，再来一个。降头神器。妈妈，看这两个大骨头，给你看。哎呦，我的天，我可不能啃，我这牙不能啃，我咬不动。你少吃点呀。哎，不行。哎呦，大毛这么孝顺。真棒，真棒，真棒！哎呀，你能孝顺？我认识吗？再给奶奶剥一个，给奶奶吧，真棒！还给奶奶蘸点料啊，有味道是不是？你吃了吧，你吃了，你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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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大嘴紧着，哎呀，你，是吧？奶奶吃饱了，知道吗？这个大孙子长这么大了，没背疼吗？知道孝顺了，没背疼，没背疼，吃吧，吃吧，吃吧，哎，真的，谢谢小宝贝。这个肉我不吃了，我还是喝点汤吧。捏着鼻子一口气咽下去。你看这上面漂了一层油花，这喝完等会又难受吧？这个是骨肉，没事。这么多肉，你吃块肉呀？哎呀，我不想吃啊！现在一吃肉，我怕等会又得难受。那别吃了。嗯，其实昨天我就说了一句，我想吃那个虾，今天我老公就买来了。开心吗？开心。媳妇，只要是你想吃的，天上飞的、水里游的、树上结的、地里种的。你让你一句话立马给你安排。妈妈想吃蜜葡萄。是你想吃，是你妈妈想吃呀？是妈妈想吃。那行，我给你妈妈弄去，弄完之后你可不能吃哟。吃。野兔吃。野兔吃呀。给媳妇，好好吃吧。我给妈妈。哎呀，谢谢宝宝。你先吃一口。好吃。好吃啊。
其实我老公这个人嘛，就是不善言辞，他不会说爱你的话，但是他会去默默的做爱你的事。至于为什么我会给他生五个孩子呢，也是有原因的。就像这个婚姻嘛，就像穿鞋子一样，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。他对这个家庭负责，对我和孩子都很好，所以累一点辛苦一点也值得了。说的好吧，这句话说的没毛病，我很喜欢。好了，今天分享到这吧，拜拜拜拜。啊，飞一个，嗯，真棒。